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先来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五位幸福观察团的成员：天津陈美贸易有限公司总裁申海丽，便利大本营北京国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营销官贾富栋，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雪燕，六人游潮汐，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联合创始人赵小叶。让我们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上场，有请。欢迎，请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张雅琳，今年37岁，来自广州，东北人，也是两个混血儿的妈妈。老公是外籍人士，前夫是外籍人。这个就要从我就是大学毕业那会儿说起吧。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成绩比较优秀，然后是有一个500强招一些管理培训生。当时我通过了那个就是笔试啊面试，但是我没有去，因为认识了前夫嘛，然后就是几个月就闪婚了。但当时我爸妈是很反对的，然后我就是也比较任性，就自己就把自己给嫁了。爸妈不同意，你也还是嫁了。对，我就自己出席的婚礼，然后就给自己嫁掉了。那当时一心想要嫁给他，肯定也是爱上这个男人了。结婚刚一个月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是凌晨2-3点回家，然后你问他在干嘛，他就说跟客户在一起，但是呢，又家里的支出啊，他都不管的，都是我在出。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要喝奶粉嘛，我是卖了我一个戒指去买奶粉，因为我就是经常向他要钱，他都就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所以我自己也有尊严，我就觉得那我就靠自己吧。但那时候我有工作，然后我真的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个戒指去，就我人生第一次去知道有那种典当行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去卖了。卖了多少钱呀？好像是800块钱吧，然后就给我女儿买奶粉。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过说分开呢？我当时就是也是觉得可能他还年轻，然后可能还不够成熟，然后我自己又就特别喜欢孩子，然后那个我觉得当时我的脑子也是就不清楚的，就是说然后又生了一个老二，他出生的时候早产6周，就体重就只有3斤多，他因为他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抽搐，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孩子脑瘫，他说我就看不了。当时我就抱着我儿子跟我妈妈就是全国就是哈尔滨啊北京去看病，但是我前夫没有出现，他当时在国外，他说他爸爸生病了。后来就是直到我发现他的微信里边跟一个女的的就是那个记录嘛，彻底触动我的底线了，就是我不能再容忍了，特别坚定我要离婚，就像三十而已那个片段，抱着孩子我就走了，然后去租了个房子。那你们离婚财产有分割吗？没有，就他就裸婚他什么都没有，就10年以后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都是我自己，就是说我养这个家。后来离婚以后我就想我要降低我的生活成本去养两个孩子嘛，就申请了公租房嘛，政府的那种保障房，特别小，就新的什么都没有，空的。我当时跟我女儿，我们两个，因为她快递买家具都是在网上买，就没有人给你送到那个楼上，我跟他就我们两个拖着，一直要拖到电梯里面。女儿多大呀？当时女儿当时是10岁，因为后来我又换了个工作嘛，我就跟90后去竞争一个美国500强的一个岗位，应聘成功了。但是那个单位就是离我家里有60公里，我每天要通勤，坐车的话就是来回4-5个小时。早上5点半起床，然后我6点，因为我要带着我女儿出门，就是把她送到学校门口，因为她还大一点，她可以在那个学校那个便利店去等学校开门，等1个小时，然后晚上放学她还在那便利店等我下班，然后再把她一起带回家。太不容易了啊，孩子也挺不容易的。是，父母也没来广州在你身边帮帮你。就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不能再不管我了，就是我女儿离家出走了啊。发生什么呀？就是可能就我跟他爸离婚的事儿对他就是影响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负面情绪，会在他面前会说他爸不好，然后他经常就听了就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心里会有一点反感。是，对。有一天我休假，然后我就
跟我朋友在我女儿特别喜欢吃那个烧鹅，然后就在一个他学校旁边的一个酒店，就是订了餐，就等他放学过来直接吃。但是我打电话是关机的，等到6点觉得不太对，然后我就问那个班级群里的，我说有没有看到那个我女儿啊什么，他说哎，他说5点多的时候我就在学校门口看到他，他说而且很奇怪，他今天穿的还不是那个校服，穿了个班服，就跟还有一个女孩子，他们两个抱着被子出门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不好了，就是打电话他也就是手机是关机的嘛。后来这孩子怎么找到的呀？大概就是市局已经来人了，就觉得就这两个女孩子丢了，就是特别大的影响，就要全市通报。大概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发微信，就手机开了，发了一条特别长的微信，就像列举了我的七宗罪一样。他就说你不关心我，我已经向你表达了我的需求，但是你还是忽视我，然后你总说我爸爸怎么怎么样的，说你们大人的事儿为什么就一定让我去认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当时他还说你让警察到哪里来接我，但是你见我的时候你不能打我，你也不能骂我。你平常会打他吗？我不打他，但是我会语言上会比较严厉。看到他的第一瞬间你是怎么去做的？就当时他的学校的主任也批评我，他说你是学理的吧，你特别理智，他说你就站在那儿，那一家家长就直接抱着那个孩子就哭。我当时可能我自己心里也有怨气，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这么难了，然后你还在给我增加更多的烦恼。对，更加更多的烦恼。有特别严重的时候他就直接去他爸那儿了，也不叫我妈，然后也不打电话。然后慢慢可能我要放下我的那种以前就觉得啊，我是你妈你就要听我的，后来我就放下了那种姿态，慢慢慢慢跟他打电话，然后他才回来的。所以你说其实这生活挺难的，自己一个单身女人照顾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对，当时我爸妈就觉得真的是这孩子都快丢了，就说再不来帮我就然后他们就两个就来了。挺好，两个孩子今天也来了，两个混血孩子哈，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啊！有请雅玲的两个孩子，哇，这真是大姑娘了啊，好漂亮啊！大家好，我叫马木恩杜娃，今年11岁了，来自黑龙江，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马木阿的，我今年7岁，我来自黑龙江，我的爱好是打篮球，谢谢大家。我感觉两个宝宝马上就要展示才艺了，尤其我们漂亮的大女儿说我爱好唱歌，接下来唱歌一首。有准备吗今天？有。哦，还真准备了，简单唱几句吧。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眼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天亮了。哇，真的好棒，感觉到女儿心中对爸妈的爱，对家庭的渴望，我觉得是深深的在女儿心中的。她其实挺懂事的，就有的时候我如果有的时候也会就头疼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就给我冲蜂蜜水，然后端到我的床前，也学会照顾妈妈了哈。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下班到家都8点半了，就特别晚，他虽然不会做饭，但他就给我煮了一袋面，然后我就觉得我女儿还是很关心我，她怕我到家特别晚，然后吃饭也晚了，还是挺暖心的。女儿其实也有想跟妈妈说的话是吧？你今天想跟妈妈说什么吗？我们两个在这十几年里也发生了很多矛盾，然后你对我来说也算是就是既当爹然后又当妈，然后呢就是感谢你在这十几年里把我带大，还有就是可能在这十几年里我们也发生过挺多矛盾，然后我还因为跟您的矛盾然后离家出走，然后一夜未归，
然后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有点无理取闹，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成长了不少，所以我希望就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还是同姐妹花的好母女。然后我还亲手给你做了一个贺卡，我对妈妈的想说的话：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妈妈加油，你是我心里最美丽的。然后里面就画了一个星空，五彩斑斓的，因为妈妈在我心里是五彩斑斓的，不定时的变化。妈妈您辛苦了。其实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比起过往，因为女儿也大起来了，儿子也回到身边了，爸爸妈妈也来帮助你了是吧？今天爸妈也来了是吗？今天妈妈来了。有请我们雅玲的母亲，两个宝贝的姥姥。你好。你好，欢迎您阿姨。大家好，我叫李鹤霞，今年62岁，我来自黑龙江。现在帮忙这个雅玲带孩子辛苦吗？哎呀，挺辛苦的，也挺不容易的，另俩孩子就得帮他带一带吧，和他爸爸俩都来了。以前挺反对雅玲这个婚事的，不同意，一年我俩都不说话。完了他打电话，我俩也不通话，因为我就不同意。雅玲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吗？这么多年，我当时没有听你的。没事儿，慢慢的。然后本身呢，这个时候应该是享受退休生活的，还要为了我就南北去奔波，然后这么热的天把我送孩子，早上5点多起来做饭，然后放学去接。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还得给你添麻烦。你也是不容易，妈妈不为了你们吗？看着俩孩子挺可怜的，你也不想走这一步是吧？咱们慢慢来啊。不用上火。其实我阿姨说给你听啊，妈妈没有你想的那么强大，她也是想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照顾你们成长，所以在努力让自己坚强。你们长大了也要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好吧？那雅玲作为今天家庭的代表，带着幸福心愿来的哈，那我们上前一步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来，有请。我的幸福心愿是开办一个公益班，叫幸福家。好，什么样的幸福家呢？我现在有上一个课程，叫幸福家，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家才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然后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去帮助自己成长和孩子成长，然后成长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就我们周六会在一起学习，然后有一个，但是场地就是不固定，就是没有说有一个场地给我们很好的上课。看看老师们怎么帮到你吧。我是东莞人，咱们很近，你的梦想其实我应该能帮到你。因为我们旗下的产业比较多，有自己的美容连锁，还有自己的整形医院，还有自己的大健康这个板块。那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地，那我们是可以提供给你的。便利大本营啊，北京国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们赞助您1000元的梦想基金。我希望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幸福。可能女儿也非常理解你的不易，但是她属于一个叛逆期。真的都是成长，代表天津陈美国际贸易公司呢，支持注目基金1000元，非常希望能够送给宝宝一套我们随风奔跑的定制篮球装备啊，包括训练服啊、球啊之类的。那同时呢，你身在广州，那广州正好有我们一支 CBA 的球队，那我也希望有机会呢邀请宝宝和姐姐来到现场，感受运动的力量，然后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希望你们家庭能够幸福团结。谢谢。张雅琳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便在取舍之间，只有学会选择，才能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心清目明，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登场，有请。你好。大家好，我叫陈露露，来自于江苏，我是一名弃婴。
哎呦，我这一上来就说自己是一名弃婴，我先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啊。谢谢。谢谢。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自己这个身份呢？说我是一个弃婴，听着我们心里，哎呀，一颤。小时候我的生母，她有四个女儿，然后我呢是老三。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然后生母他们都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呢他们和我的养父母呢也都认识，是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我的养父母他们就是膝下无子，没有小孩，所以生母他就直接把我就是过继给了我的养父母。那养父母是不是年龄也偏大一些？我的养父母他们比我大34岁，一直很小心翼翼地呵护我，就对于我同龄的同学呀，对吧，来说，只要有最好的东西，那我肯定是先有的，包括穿衣服呀，对，流行什么样衣服，那肯定我会先穿。那也不知道自己是养女这样的身份。对，不知道。那后来怎么知道的呀？后来就在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正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同学和老师就和我说，哎，说在外面有你们家的亲戚找你。然后他们就买了好多的零食，各种各样小朋友喜欢那些东西嘛，来看我。但我印象中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亲戚啊，因为对于我来讲，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把我拉到没有人的地方跟我讲说，我们是你的亲生的爸爸亲生妈妈啊。这不是你养父母告诉你的，是亲生父母直接来找。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的我会觉得好丢人，就是我觉得我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对我的心里其实已经留下了小小的阴影了。但养父母还是很爱你的，对，所以也能在生活中化解了。是的，后来我回去我就和我的养父母说，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和他们沟通一下，就是不要打乱我平静的生活，就是也不要让我觉得或者是我的同学和老师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亲生父母没有再来找你？就没有了，没有见面。对 对, 对，就没有再见面。到了初3的时候啊，正好也赶上快要中考了，那时候17岁，其实正是最美的花季的时候，就那时候我的养母就突发性的疾病就离开了我。对，这个对于我的人生来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晴天霹雳。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就身边也有很多的阿姨呀，帮我的养父就再给他介绍一个阿姨，但是我的爸爸没有同意，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要把所有和全部的爱全部给我。对，他就觉得再找一个，对，会对我不好，所以我就一直跟着我爸爸相依为命。然后我的养父他会选择在工地上做工，就为了挣学费给我。然后他就觉得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就即使他自己再累，他自己就是省吃俭用，都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我身上。然后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吧，因为要面临高考嘛，他就是白天会选择就是做工挣钱，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那个时候你是住校的是吧？对，住校。爸爸白天全寄宿制。其实爸爸白天做工也是非常辛苦的，辛苦苦力活是吗？对 对, 对，完全是靠苦力挣的血汗钱。所以你其实也是爸爸的骄傲呀，考上了大学。对，所以我就选择了会计专业，就我上大一第一年的培养费是我的养父给的。然后从大一下学期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可以做3份工作，勤工俭学。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养父带到大学，就会为他找工作。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带到大学什么意思啊？就是像我们在上大学期间有那个门岗呀门卫，他就可以去做一份工作。对，他就在我身边，就是我能照顾他。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要孝顺父亲了。是的，对，除了学习就是勤工俭学挣钱，像那个会计证呀几乎都要到毕业那一年啊，或者才能考，或者大三。很难。对，但是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会把所有的证该拿的全部拿到。这真得鼓掌，好难好难。对对对，所以你受父亲的影响也挺深的。很大很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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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觉得他给你最有启发的或者能够让你一生去记住的话，这种像座右铭一样的人生名，最受益终身的就是一生行善积德，就这么简单，就是很真诚的善待每个人。父亲应该今天也陪你来了吧？其实这一段是最让我心痛的，就是我的父亲今天很遗憾他没有来到现场。1月份的时候嘛，就突然讲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对，当时就带他去做了检查，然后医生就和我说是这个肺部的胸腔积液。然后呢我们也就接受了治疗啊，然后
期间我就是白天上课，然后带小孩，然后晚上就到医院去照顾他。对，其实我觉得是挺平稳的，但是后来就是很突然，很突然的啊。然后医生和我讲，就是说 我爸爸转到 ICU 了。在 ICU 的时候，其实啊，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爸那种爱的连接就是很强大。我觉得就是我能够感应到他，他也肯定能感应到我。所以当时在 ICU 的时候，他就是属于那种心跳和脉搏都是有的，但是呼吸很困难，所以靠着呼吸机就在帮助他。然后我就一直在他身边，就是和他说话啊，就是说了我们30年以来我们共同一起努力和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其实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无论大的和小的。对，陪了他2天，2天2夜，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就无能为力。那其实我相信他看到，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才是最大的遗憾和撕心裂肺的痛。所以就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好好静下来想一想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是最大的遗憾，因为爸爸能那么安静的走，我相信他看到了一个已经而立之年的坚强的乐观的女儿，他是放心的，对吗？对，可能就每个人的生活故事不一样，每个人的心理承受的能力也不同。那么生活他既然给了我，那么我能做的就是很平静的接纳他，然后我从这个故事当中我能让我自己成长到哪一步，我一直都这么要求着自己，所以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自己也有宝宝了哈。对，是的。这后来还是顺顺利利的结婚生子了是吗？有人介绍嘛，就介绍一个男孩，就这样子就选择了婚姻，自己有一个家了，就是后来又有了孩子，正好一儿一女。哦，还两个孩子。对，很幸福。但是后来不幸的就是生活在一起了，对吧？有柴米油盐的时候，可能就事情就会来了。所以后来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你离异。对对对，所以我等于就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那你那个时候是做了会计吗？做会计的工作，而且是在医院，就非常的好，在医院做会计。那他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学机械的一个理工男，对，做机械，对对。所以你觉得是婚姻生活的压力让他觉得无力承担？对，可能是吧。其实他如果不提，你也我也不会说的。对，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女孩。那这个经济上，你前夫帮你吗？没有，没有，没有给一分钱，全是你啊，全部是我一个人。所以后来正因为这种情况，我就让自己跨行了，就没有在那种传统的医院朝九晚五的去工作，拿死工资，全身心的做舞蹈和瑜伽培训。这跨行跨的太多了哈。对啊，以前是很大是吧，会计，现在就做了瑜伽培训，合伙人两人一起。哦，对对对，所以经济收入也比这个朝九晚五工作要多一些。两个宝宝没来，但是他们好像录了一段视频啊。是吗？来一起看一下。大家好，我叫陈富林，今年10岁了。大家好，我叫陈富晓，今年8岁了。现在我有一些话想对我的妈妈说。妈妈，您辛苦了，谢谢您给我和妹妹带得这么好。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挣很多钱，给你买漂亮的新衣裳，带你去旅行。妈妈，您辛苦了，我和妹妹会一直陪伴着您。接下来我和妹妹一起为您献上一支舞蹈，听我说，谢谢您。手给你小星星，手里画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化，爱你唱唱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
我听说就是是的，带着心愿啊。那我们请妈妈先休息一下，在下边听听女儿的幸福心愿是什么，好吧？来，有请。我的幸福心愿是为全民公益健身活动筹备资金。好，为全民健身事业筹备资金，这个资金用来怎么去运营呢？青城如果有一些热爱瑜伽的人，我可以免费公益性的带他们成练瑜伽，户外的百人尊巴。尊巴是瑜伽的一种舞蹈的一种。看看你们怎么帮助他吧。来吧，有请各位。首先呢，我会帮助你去报道宣传尊巴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也会在此之前先送上一套我们随红奔跑的这个篮球装备给到宝宝。学会去爱别人，别人才会更爱你，你才会更幸福。所以我相信你这么优秀，你以后一定会很幸福。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助力你1000元梦想基金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谢谢。关于全民健身运动的这个活动，如果多一份力量，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得到一份关怀和回报。所以呢，作为便利大本营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支持您1000元的梦想基金。如果你想在课余时间增加一个副业的话，我们天津晨美国际贸易公司助力你1000块钱的产品作为你的创业基金，可以加一个副业，我可以亲自辅导，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也给露露带来了一份幸福的礼物，来一起期待一下，请开门。哇，我叫严雨林，是北京严雨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为全民健身的公益活动给他提供一些师资的支持。那也希望在老师的助力下，更多的师资力量的进入你这个全民健身的项目当中，能够帮你早日实现梦想。不管前方的路荆棘丛生，擦着眼泪走得多么辛苦，只要有你们，我绝不放弃。妈妈会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你们，我们一起加油。妈妈爱你们，我是单亲妈妈，我骄傲。如果您想在这个舞台上分享您的幸福故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微信公众号幸福来敲门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